身上，我就觉得他分数提高了。哇，这个给你，谢谢，给你垫一下。哇，这套超贵，大概快6000。波波要一个，啊，要吃那一个。这个收起来，肌肉男，台中肌肉男，不服来战。Hello Sky， 今天来到我的家乡台中，要来拜访一下我的同乡健保。哎，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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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讲白的，我你要没讲白的话，我台面有一间炒米椒鸡，哎呦，真正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安尼我先洗只手，你讲第一口。哎呦呦呦，变瘦一下，来来来，洗手洗手，我吃炒米哦，吃炒米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哦，饱饱饱，嗯。很会演呢、啊欸。健保跟盖伊都是台中人、欸。那台中人有没有什么特色？台中是什么特色、啊哦？可能讲话结尾都会有个腔调。哎呦，真假？嘿嘿，对哦，就这样呢。就这样呢吗？哎、欸，就是有啊，你啊，真假？真假比较常用啊。你哦，大八嘎猪。是吗？哎、欸，阿内尼，阿内尼啊，那讲到台中人的特征，粽子有没有？我们台中粽子，你都会加甜辣酱？什么甜辣酱？我们都讲东泉、哦，没有人在讲甜辣酱的。也是有些人会加爱滋味啊、欸。真的不要蘸这个，哦、不要台中人真的会跟你东泉到底，真的会东泉到底。啊，我们那个什么什么大道，台湾大道有没有？那是什么邪门歪道？我们都台湾大道、中港路。那中港路，请证明中港路。那盖伊，你今天来找我是要来跟我拍什么？你看起来也不像是会想来找妹子拍片的人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今天是来找品质的。哎、欸，品质，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让你在那边嗨一下。我们聊完了，我们聊完了。我今天是来找你拍片的。啊、真的、哦。好，请离开。真害羞，我来了。拜拜，谢谢，从你管事。啊、你到底现在来干嘛？我看你带着大包小包的。今天是这样子的，我在网络上呢看到很多他们有些仿真肌肉衣，不同材质、不同形式的。既然健保是我们的那个具现化系的 YT YouTuber，AKA 手作大师，在 AKA 约会一下时，品质，快快快快快，坐旁边，坐台，我台东坐台，来来继续。那、啊、继续吗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请品质试穿我们的，不是不是品质。总之呢，今天我们来穿肌肉衣，然后我找这些想来跟你一起评比一下这些网络上试售的肌肉衣，是不是真的有达到穿起来可以变很壮的效果？还是说其实就是来乱的？可是我自己原生的肌肉就不小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哈哈哈哈哈，大脸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有请到两位评审，哇、哦，这还要评审啊？评测一下，当然要啊，评测一下我们穿起来是不是真的有仿真的效果？好，那我们介绍今天的评审，小杰跟品质，真中二手作担当。我想这评审交给我，好特懂，原来是手作的部分。啊、当然，这位是真颜值担当，工作室颜值担当，哎、哦、呦，瘦瘦去王道大师。我们小杰嘛，手作很厉害，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帮我们分析说，哎、欸，这些衣服的优缺点是不是哪边需要改进？好歹我也是做道具的啊，好，可以哦。那品质呢？他就是这个审美观，直接，只要他很直接的，他看他觉得好就 OK， 不好就不行。要摸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好，期待不能辜负他。好，那就摸吧，摸摸起来。好，现在介绍我们的第一套，第一套吗？对，因为我今天总共准备三套。然后是不同材质，所以他们的价钱也会不一样。哦、我们先从便宜的开始。好，好，这个看起来真便宜呢。哎、欸，说不定穿起来有效果啊，便宜不一定没效，对不对？这个布比较少，看起来就比较便宜啊。那健保我们就先去换一下。好，来，慢走。哇、哦，怎么样呢？你的哦，很不惊讶呢。什么鸡兔？这里有你那个奶头很不科学，我可以用手臂藏起来。这套还行吗？怎么样？我们有没有像两个那个？我觉得盖伊这一套比较好哎，健保这一套的印刷有点失真，你不觉得吗？有没有？这叫热橡皮，有没有？那个颗粒感，盖伊这一件哦，这阴影感就做的比较逼真。有没有可能是腹肌在撑那个阴影感呢？我。
这好像比较强哎。这一套就是两位觉得给的分数的话，给的分数一到十分，满分十分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比颜值哦，注意往下看哦，好，不然都是十分，那太难了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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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对不会是这样子。我觉得你要先讲吗？这是一个值得买的衣服吗？值得买吗？一般人应该不会买这种衣服吧？没有什么好值不值得的、啊。你男朋友穿这样跟你出去，几分？分手。零分。哦，这样子啊、哦。动动。难过。零分吗？不不。我加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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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分。是啊。你两分。啊干！因为我觉得你的奶头形状太奇怪了。对啊，它这有一个缺点。难道？它会放大。这个真实奶头的位置在哪里？这里哦，而且它这是有背肌的，站起来这样，这其实是有背肌的，哇，这有讲究的哦，啊，我这个有吗？哎，你这个反的比较没有，这个像刮痧哎，对，你这个像刮痧，这个还好哎，可是背心这件的正面比较正常一点，对，但是说真的。健保那一件，它前后色差有点大，就是感觉这是一张图印刷，然后这是另外一张图印刷，然后整个接有没有？这两个纹路有点接不上去，这根本没有接。你看，现在这里有斜纹，然后这里是印刷纹，所以这两张根本就是不同的图。这做这衣服的不用心啊，这我给两分而已。哦，你是两分？对，我这个高哎、欸，我这个真的真手做大师哎、欸。对，我觉得盖伊这件，我基本上我会给个六分吧，因为它变两分变六分，对，因为它整体看起来是好看的。对，至少有用心。是两分啊，我是两分啊。对，你是两分，他是六分，至少他的整个比例是漂亮的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前后是有用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但是我想要做一个实验，你们两个可以交换穿一下嘛？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你身材太好了，所以穿起来它本身就很好看。有道理，我们试看看。那试一下。哦哦哦！这次有道具有加分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穿到他身上我就觉得他分数提高了？然后他很恶心，他很像那种芭蕾舞变态的那种，我穿一个三角裤会出来的那种角色，好恶啊！你不是、欸，他是你朋友吗？干，为什么你穿的奶头还是偏一边？这里耶，长虹快出来了！哎、欸，小子，健保的奶头是本尊重一点。我在主人哦，健保奶头是粉红色的。不要讲这个，我真的再次验证哦，就是衣服要好看，这是人的问题啊，跟衣服本身没有关系。第二套呢，这个就是第二个价位，中等价位的。然后女生不是有胸垫吗？然后它就是也是有垫的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哦，它是肌肉垫呢，对，它是肌肉垫，哦，说不定健保穿这个就可以翻回一层了，穿在衣服里面这样。而且呢，很好笑的是，在网络上买的时候，它有分一代、二代、三代，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个有腹肌，它是这是最新型的。哎呀，像我这个是二代，它只有胸肌跟肩膀有垫而已，然后它有三头肌。你摸一下，哦，有三头肌啊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偷懒呢，这个如果我肚子很大的话，就上面是胸肌啊，下面是肩多呢。那看起来，那看起来，换肚子真没办法，受不了。那我们来试看看吧。我要换这个吗？我还是继续穿这个。还是你这个搭配这一件短袖。啊，还有吗？加分。那奶头一直在旁边哎，好吧，走吧。我们可以抬头了吗？可以。可以来吧。好，看一下。哇，这是笑不笑？什么三度？我可以满足那个男性想要摸六颗奶的梦，并没有。怎么样？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不行。真的觉得不行啊？重用哎。哎，他有一个缺点，他手这里没有垫，他这里应该要垫一下。二头肌，我的二头肌没有呢，感觉会比较那个，会啷啷这样子。肩膀是很宽呐，肩膀变宽了。那你们觉得盖伊这件怎么样？盖伊这件我觉得有点像橄榄球员的护具，而且他的胸变得好像真的是女生的买，不像男生的。对，很圆很挺哎，这个从上面看起来真的是不行。哎，我发现哦，原来女生是常常会做这个动作是真的，会想瞧东瞧瞧西瞧瞧，跟我们往旁边夸一下一样。走了。我觉得盖伊他的这个。胸型太圆的，很像这太圆。那女生的奶，她的奶本来就大了，她再垫就 over 了。真的大哎，我从这边看好大哦，你应该给她侧边一下的。
它就变胸部，不是胸部。它这个侧边，对，这样，哦，真的是很大。但是我觉得它的手臂的部分做得不错，手的很，对，很二头。它这个三头肌超大，超大颗，超大颗的。然后这边有做贴，就如果说你今天穿个什么衬衫，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被。真的吗？因为我把衬衫穿起来。对啊，因为你现在是只有穿里面那一件啊，不像健保一样。哦，他没有穿外面那一件，就这么像了，就很像了。我们就这样正常的了。是哦，这样正常。那他上次版就是内衣。对啊，感觉家电的内衣。因为这样就看不出那个电的那个纹路了，看起来就真的很壮，有点壮哎。这件我给八分哎。我也给八分哎，就是蛮好的。对，我也给八分哎，我觉得它整体感是漂亮的。是啊，那健保这件几分？我是部分，我觉得那个肚子，你这个太凸了。喂，猖狂！而且我从侧面看，真的是很像虫蛹。我给你0.5分。怎么样？这个好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算很瘦弱的男生穿起来哦，基本上也会像肚子，不会像腹肌。对，这个如果是给个。好了，我给他个3分啦，因为他至少有做那么多块啊，算他是有用，至少有电。我觉得这个至少要变成大、中、小，他每个都一样大，很恶心哎，真不行。我知道，不然我这一套嫁给你，嗯，对，就手你的手就变粗了，嗯，那你的肚子就会变更大了。那你们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啊，一次穿两件，改造一下，一次穿两件。好，让我们欢迎一号。健美选手健保，哎，这是什么反应？我说不上来。你转，我觉得上半身突然一点变得很标准哎，这样子的话，上半身变超标准。那肚子，来肚子用力缩一下，缩一下。我觉得比刚刚比起来好像好很多哎，比刚刚好很多了。我不知道是因为四节的关系，八分，它不适合垫那个9分，它不适合垫肩膀。嗯，对，因为肩膀有2块，所以是不是太原本就太有肩膀了？好像是，没有，因为他肩膀是宽的，然后他的手又很长，他在往上边的话，手又更长，是大猩猩。可是他这样子手臂是有变粗，但是问题还是出现在这2块，我觉得做这衣服的人这2块应该要改小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就是而且重点是因为这个材料是圆形，嗯，他如果把它改成方的或是比较硬的材质，看起来应该就不会这么。这有点不自然。他只要一坐下，就是就直接3层，没错。所以品质就是这样子的身形也不 OK 吗？还是还行？不要，不要，这样不行。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？我觉得很不自然，比例的问题。对，整体反正看了就是不舒服。奶还行啊，奶就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往上看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不然把这拆掉。哇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谢谢，给你垫一下。不够，小杰刚刚说要几个？四个，都给他。嗯，哇，好香啊，好。拆掉之后，哎，好多了，真的哦，我觉得好多了，因为这是你的肚子嘛，那就不是那个衣服的问题，我们往上拉一下。对，来，真的，说了，这样整个比例比较，但这还是太凸了，真的太凸，是哦，不是啊，你拿掉就跟穿上一件一直是一样的啊，所以想要买这件衣服的人，就是买第二代就好了，所以这套是 OK 的，就是第二代 OK， 第三代我觉得不行，有那个腹肌不行，对，就是我们不要讲刚刚那个干话的话，就是第二代是 OK， 有奶就够了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套，这套超贵，大概6000多。6000套衣服很夸张哎，我6000多还是买便宜的，它还有10000多块。6000，因为它是细胶的，然后它是细胶仿真，它超重，大家看看。你说细胶，又说这个价钱的差别，身为一个男生，我就听懂在讲什么了。这很像女生的那个溢乳哎，这很熟悉耶，可是它粉粉的，这很熟悉，这个很像什么？好吧，那就由健保来穿一下了。我们来让健保试一下这件，看他穿起来会不会有盖伊的身材。哦，对，来吧，来吧，我们换装去 ，Go。隆重欢迎一号健体选手健保。哇，哎，很屌哎，靠，超逼真的嘞。蛮帅的，真假？蛮帅的，这个如果远看的话，我会看不出来它是就是假的哦。
等一下穿上衣服，我靠！而且这个奶头比例跟你是一样的，符合的，刚好差不多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说贵的东西真弄起来是真的有它的，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哎，便宜没好货，真的。搭个外套看看，把那个痕迹遮起来，只露出这一面。然后你头稍微低一点，就可以把这痕这纹路遮掉。好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加分的。用个耍狠的眼神。这件我真的可以给到9分10分的，这么高？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道具服啦。这6000块，我觉得要我这种效果还是很正确的。可是我这个穿衣服的话，应该身材比例会变好。对，但它的外套啊，这哇这样子露一个这个，哇哎，女生讲解一下，如果看到这样子的画面，会不会有感觉？这很真哎，会嗯。你是怎样？你是怎样？害羞。你们会觉得这种价钱贵吗？因为如果你们自己做了，是有办法算贵。因为第一个，你开那个模具本来就不便宜，然后细胶材质本身它就很贵，而且这种细胶不是我们那种工业细胶，它有点像情趣用品店那种仿人的那种软细胶，这种细胶就真的很贵。而且它这种细胶是属于比较天然细胶，就像女生的 New Bra 一样，对肌肤才会有那种破皮会痒啊干嘛的。所以这种细节要相对的成本就比较高。这个分析好专业，好会讲。哇塞，好啊！那今天的这个网路仿真肌肉衣的评测呢，就两位后来分析的结果是，我们觉得第一套不行，第一套不行。对，第一套真的就是我觉得搞笑成分比较多，对，就是有点买来酷手。对，那第二套那个有加垫的，我觉得就算第二代，第二代那个穿起来，如果再搭个衬衫出去，其实如果不要露线的话，真的是有加分。对，还是看起来会厚一点，厚实一点，有肩膀的。不要腹肌就好。对，不要腹肌，腹肌拿掉。对，腹肌。买第三代的朋友，记得腹肌拿出来送给女朋友。就第一次跟女生出去约会的时候，哎、欸，这送，这什么？这是从我身体里面取出来的。哇、哦哦，好浪漫哦，超级浪漫的，有没有？对，这样会中吗？那第三套怎么样？第三套我觉得就不用说，它就是一个标准的道具服，它算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东西了。以这个价位，那个价位差了数十倍，真的，对，差了数差到十倍哦，跟前面那个没办法比的，基本上它是不一样的东西，再来是质感上真的是差，对，他们 level 不同，对，一个真的是仿真道具服，对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。谢谢今天的两位评审，小杰、品质，还有我们的台中同乡、台中肌肉男、台中肌肉男，不服来战。这个要怎么办？要抽奖。这个，收起来。哎、波波要一个，啊，药师那一个，药师。这个收起来，还有吗？你不要空，不要拿出真的，真的，你这变魔术哦！你，我以为你这兔牌。哇，你这一趟来的很划算呢，划了。你假够提啊呢？我就是为此大老远从台北，所以你也为此而来，就为此而来。不客气。啊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江盖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